なに？既然你们都来了，那我今天就一起打败你们。小泽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一直攻击我们奥特曼？那你？哈哈，奥特之父还用问吗？肯定是你们奥特曼送的玩具不好玩。黑眼洛普斯赛罗，快给我变出好玩的玩具来！啊，好的，老大。哇，这是什么玩具？小泽，这是外国考古恐龙化石玩具，这是万龙化石，非常稀有的玩具。嗯，这个玩具我喜欢，比奥特曼的送的好多了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玩。小朋友们看，这是恐龙化石，这是锤子，这个是签子，这个是刷子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挖化石，先把上面的塑料薄膜揭开。现在我们就用锤子和签子砸。哇，不错呀！哇，石头还是很坚硬的。我们要有耐心，一点一点的去寻找恐龙化石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！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恐龙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吗？知道的话一定要写在评论区里哦。小朋友们看，这次全部的恐龙化石都被我找了出来，现在我要把它们拼成恐龙的样子。我们先把它的尾巴安起来，现在我们安装它的头部。看，它的嘴巴很大。现在安装身体，现在安装腿部。小朋友们，安装完毕。哈哈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绿巨人，我最讨厌迷你特工队和奥特曼们了，他们就会装酷耍帅，我要攻击他们，赏赏我的大拳头吧。轮到你们了。哪里？哈哈，你们这些玩具不好玩。嗯，这三个又是什么玩意？看起来是好宝贝，我要打开看一看。先打开这个薯片，看起来很美味。打了好几拳，我也饿了。完了，BBQ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的！啊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吓死我了！啊，这好像是一条蟒蛇，这是恶搞玩具。啊，我原来在视频里看过，恶搞过真人奥特曼，哎呀，真的是吓死我了，再把它塞回去，等着吓小泽吧，哈哈。现在我要看一看这个宝箱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宝藏。什么，又是一个吓人的玩具，这是一个红头怪。哎呀，没有一个好玩具，气死我了，我要攻击你，我要攻击红头怪。哈哈，叫你来吓我。最后我们看看这个小盒子，不用说，肯定也是整人的玩具。哈哈，是一只蜘蛛，黑色的小蜘蛛，不过我不害怕了，这么小的蜘蛛谁害怕呢？这些也都是垃圾玩具，我要攻击你们。没有一个好玩具，这些我都不喜欢。小泽，快给我出来，小泽。什么？这不是美国队长吗？小泽怎么变成了美国队长？绿巨人，你不应该这样攻击玩具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啊，他们都不好玩，我想攻击就攻击，我又不怕你。我要替小朋友们来教训你了。什么？你竟敢打我？啊，小泽的速度还真快啊，好疼，好疼。我投降了，投降，认输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不应该攻击玩具，其实每一个玩具都有它的特点，都很好玩。哪里？啊，打拳打累了，好饿呀。小泽，别打我，我是蜘蛛侠，我给你带来了地雷盲盒，里面有好吃的和好玩的。你开心的玩吧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嗯，蜘蛛侠走了，我们现在就打开地雷盲盒。果
这里面真的有好吃的和好玩的。肚子饿死了，现在我要开动了。哇，咁就咁啊，这个是素牛板筋，真香。其实就是辣条，又香又辣。想吃这个，这上面还有豆子和芝麻，又香又脆。现在我再尝尝这个黑色的铁板烧。哇哇，咁就咁啊。哇，满嘴的油真好吃呀。吃饱了，我要玩玩具了。哇，这个是手表遥控车，我们按这里手表就会打开，之后放入小车，盖好盖子，看，很帅吧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玩，按这里把它打开，拿出小车，打开小车的开关，现在我们按这个键它就会往前跑，按这个键它就会往后退。完了，芭比 Q 了，真好吃呀，地球人的辣条可真好吃啊。这么多的黑暗军团玩具在这里，我不喜欢他们，我要攻击他们，不喜欢不喜欢啊。就没有更好玩的玩具吗？还有没有新玩具？哇，大黄蜂和擎天柱来了。奥特曼不要这么暴躁，我和擎天柱给你带来了新玩具。哇，小朋友们，这是什么玩具？像一个变形机器人，又像一把小手枪。没错，真人奥特曼，这就是好玩的合金手枪变形人。它有机器人形态，也可以变形成小手枪，非常好玩。OK， 我还真的没玩过呢，现在我们就打开玩。看，这是机器人，这是它的武器。这还有说明书，我们先给它安上武器吧。哇，看，安上武器的合金机器人看起来很强大，不过我更喜欢它的小手枪形态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变形，先把它的武器拿下来，再把机器人的头部缩回身体里，再把手也缩回胳膊里。最重要的一步在这里，我们要把它的一个手臂拉直变成箱的上部，要注意这里的黑色连杆，它需要旋转一下，之后再翻过来，再把另一条手臂拉过来，拉直之后再把箱的上半部翻过来，合成一体。现在我们把它的腿部合起来，再把脚收回去，再把腿部缩短，用力的挤压就可以，需要一点力气。现在把手枪的上部往前拉，再把这里的零件都给它翻过来合起来，安上枪管，安上瞄准镜，变形完毕。哇，小朋友们，就玩到这里，再见。